很久没有搞过野货吃了，今天来了两个兄弟，三四个朋友，然后他们就下去了。不要搞翻船嘛，脱了鞋先。有货的你放去，这钓可以收起来了，直接就放网。钓就是不耐烦了，是不是？哎，钓来钓去的，对，直接下去个好。拿网搞到那个大伯，大伯马上就死掉了。啊？你把这棍子丢过去给他，丢棍子过去给他。是了，哎，对了，要两个人放才可以的不？我知道。发过来。没有多深的，最深那个三米。然后漂亮游泳去。这个水漂亮的呢，没什么的。这个如果过两天的话，它更加的清，因为前几天下雨嘛。这条是长流水的不？这个河不？你们在这里网鱼，人家那下面那个大哥在下面钓啊，啊，他就今天可能就是白白来了，你看到没有？没了，快点吧！今天晚上的话呢，我还在等这个鱼来下饭呢不？再来，帮我拿放下来。还是没收到没？没收到。没收到，等到你。你太太神就给去了。在我们平南找来的两个高手。平南哪里的？你们这两个高手啊？平南县的啊，平南县城。这什么情况？没事，别动啊，别动，要平衡。什么叫平衡？你们懂不懂？那个太肥，那个你站出去一点。对，太肥了，对，别动，就这样。原来这浮船就这样。还没有放就手里。我鱼饼男。你会不会游泳的？这么怕。我就跳到游泳了，也没带衣服啊。你一个人站在那里拉着，一个人就直接拉过去嘛，拉网过去嘛。没有拉到那头，在这里放，拉到那头。这样横竖着拉。对，竖着拉好一点。我们这样拉过那边。拉过那边也得，竖着拉也得，让它两边跑也得，都一样的。对了，扎在那个竹子那里，然后你就划。20米的哦，这条，20米还是30米忘记了，反正好长的。你在划鱼。好，现在是半夜12点来了，咱们要下去摸鱼了。哦，要拿两个撩机去，大的这个就撩大鱼，看到有四个角的那个放回进去，我要。那个是乌龟的，王八不好吃的不？鱼嘛，肯定有大货了。拿桶了没有？拿了。一个是去还是两个去啊？不是直接收回来吗？没收，收完了的门盖了。收回来再解啊，等下大条的那种很难的不？大条你就马上就。是啊，有七八斤的那个你不放在桶里面，等下，这个桶要小心不？等下会翻下去白抓的不？哦，反反的响了，那个水都反了现在。还是大的，大的小的，哎，小的也收上来行吗？也不算小吧，还是鲤鱼吗？是啊，都说是鲤鱼了。
小心点哦，别把那个桶给搞翻了。这，哎呦，够大条了，三条月山，哦，正宗的野生鱼。